妈，其他你等下台湾啊！妈，你去票水顶下，就走回来。杨姐嘞，我嘛真久无看到我迄个烟斗的孙仔，是我强强甲杨姐留电话身躯边的，伊无做唔到代志，你袂当要怪伊。我欠奈美，要叫伊结婚。我唔二十八年嘛，应该还得。我无可能继续做这样，那你青木杨姐所有一切，你拢爱还得来，你要做得伊什么拢无得机会。 三里台湾台八点档大戏《晚梦》，我就是来救你的，今嘛你什么代志都没做，配合我都好。上车逃走的啊！家庭车就所为出入口全部都给我砸落来。这台车真可疑，绑匪可能在内底。你拢走袂去啊？啊，你们应该拢有走，我已经报警啊，你要什么走？陈子维，你有绑票的动机，伊跟安迪进进来人是有过节。 咦，搞笑啊！快递掉有你来名，我袂怪伊。这里台湾台八点档大戏《晚梦》。这个回馆专用的电梯卡，你哪有这？我袂瘾甲你讲啦，你有当作是我伫外面涂骹凊彩捡的啦。要成为八零八怪的会员，是毋是一定要命收只同意？啊，不过若是有你的人事出面，这就真歹讲。腰部到底是安怎离火？感觉真无关系。 啊！这个敢不是你今仔日怀疑葛世忠，涉案的迄个受害者？是迄个人，伊甲我绑来遮的。小姑娘，你做伙啦？是葛世。哎呀！小明到西一直放袂住这个案件，客变也是重要关系人。有让你滚床单，等你变轻，阿妈一定到。陈子维，伊有绑票的动机，伊甲安迪进进两个人想，